为什么？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这么细脏。你要是想，天天都可以这样洗。 我去洗衣服。刚来厦门的时候，为了省下洗澡的钱，我常常骗四平，收拾去了澡堂。其实，我都是在公园解决的。谁呀？谁在那儿呢？快看，衣服在这儿呢。 谁这么缺德？踩完油漆的鞋子，踩你的衣服，洗都洗不掉。我也没看见，要不我还不让他赔啊？肯定是那个澡堂的清洁工，走路也不长眼睛，瞎了。算了，四平，反正还能穿的嘛。你胸口穿一大鞋印儿，穿着舒服啊？也没什么呀，反正没破。你没看见？ 那些大学生的衣服上印什么都有，裤髅、手印，还有香烟头呢。哎呦，我那破鞋印算什么呀？算什么？明天啊，我也给你裁一个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四平也跟我一样，为了省下洗澡的钱，绞尽脑汁。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哎呀，你的后果蒙不好，你算你给我站住！你干什么你？你们大伙看看啊，就这德行，还敢冒充大学生？ 整个一个小贱人，你买个假证就能省5块钱，是不是？你以为这个地方也是你这种人来的吗？我告诉你，下辈子甭想。我见你更贱，你个看门狗，你都怎么在这洗澡？我怎么就不能了？狗日人还高贵啊！不要脸，你臭八卦！臭不要脸！你把人家给我，臭不要脸！你把人家给我，都等着呢！洗澡不花钱，还非要让人臭，你要走狗等着臭八卦走。哎，快打烊了，别，快抓了，让我回去抓，到底是我怎么的？所以说，哎呀，别打！哎，下车。 干什么呀？走，小雨，你疯了！8块钱呢？8块就8块呗，管他8块10块12块，我就要你洗个痛快澡。你以后不要去学校那澡堂了。不，太贵，不洗。四平，我有钱。哪有钱？8块钱你得擦多少双鞋？我卖多少把花，容易吗？ 给，这是你给我的钱，我没有花。拿去洗澡吧。你为什么不花呀？那你这段日子去哪儿洗澡？你别管了。什么叫我不管？你是我男人，我为什么要不管？我给你钱，你不去洗澡，去哪儿冲凉水了？万一我头疼脑热怎么办？不得花更多钱吗？你笨蛋！四平，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快去吧。你为了省几个钱，洗凉水澡，你值吗？ 四平，别难过了。看我这不是挺好的吗？我是男人，火力壮，洗冰水都没事儿，真的。你看，快去洗吧。别假装北极熊了，走。干嘛去？要洗我们两个都洗，要不我不洗。小雨，洗个热水澡就是舒服。我都想酒厂了。 酒厂的澡堂才1毛钱，想洗多久就洗多久。哎，水永远是那么热，那么冲。这里澡堂虽然贵，但是有免费的桑拿。哎，对了，你进去蒸了吗？我蒸了，一堆人白花花的，跟蒸包子似的。<笑><笑>我本来不想进去的，后来一想啊，这8块钱我要是不进去，那不花亏了吗？ 咱们在里面洗了那么久，我觉着值8块钱了。嗯。
以后咱们要是有了钱，有了自己的房子，我就要一间浴室，我天天都能洗热水澡，我想什么时候洗什么时候洗，我想洗多久洗多久。四平，那你要先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什么？把你假学生证给我。我不，以后换个看门的，我还能用呢。四平，不能这样，我们这样是错的。我们理亏，吵架连腰都直不起来。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挣钱，挣得多多的，然后盖一间高级的洗澡房，让他们去看，这才是正道。给我。哎呀，你别撕，你别撕！我保证再也不用了，还不行吗？你帮我保管着。好，我帮你保管着。照的还挺漂亮的。那当然了，反正我这辈子也上不了大学了，你总得留个证件给我做纪念吧。苍月，我爸来了，你快躲起来。爸，怎么这么久才出来开门呢？没听见。下这么大的雨，你怎么来了？嗨，雨下的太大了，高速公路封闭了，我想干脆到你这儿来坐一会儿。嗯。外面自行车是谁的？外面的自行车？啊。修煤气的工人的吧？煤气漏了，多危险呢！人呢？走了，我让他打车走的。雨太大了。江姐，嗯，家里有客人？没有啊。那这衣服是谁的？那工人落下的吧。江姐，爸，我给你沏杯茶。爸爸工作忙，也没有更多的时间陪你，不像你妈还在的时候。你有没有男朋友呢？嗯，爸，你胡思乱想的，一见男人的夹克你就浮想联翩的。有也没什么嘛，你倒比我还保守。要是有，哪天约好让爸爸见见嘛。哎呀，爸，我你妈，好好好好，不说了不说了。你这孩子，静静，你也该成家了。你这个工作接触男孩子不是挺多的吗？他们心不能太高，我知道很多男人为了你们这帮女模特转悠，你可要当心哦。爸，你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有数？嗯。那你跟爸说说你想找个什么样的，我听听。你又给我把领导的架子啊，检查工作啊。我是真把你给惯坏了。秋姐，你还记得那天在厂门口帮我们打架的那个小伙子吗？嗯，有点印象。他叫龙小雨，他现在是我的私人助理了，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，人的长相也不错，只可惜是个农村出来的。农村的怎么了？那怎么配你这个大小姐啊？谈恋爱嘛，怎么都行，可结婚就得慎重了。这要是给你找个像龙小雨那样的农村小伙子，只怕你两天就烦了。爸，你好容易来一次，说这些婆婆妈妈的，我不爱听。人老了，心思就在你身上，希望
你能有一个好的归宿。雨好像停了，好了，我走，省得你烦。爸，看你行，我送你走了。爸，慢走。你干嘛呀？我去趟洗手间。既然你不愿意出来见我，我也不勉强你。无论你是谁，作为一个父亲，我只希望你能对晶晶好，希望你们幸福。她很单纯，别伤害她，答应我。别告诉晶晶我们在浴室里的约定。怎么也不送送你了吧？嗯。这个时候我忽然意识到，周围这令人羡慕的一切，其实也是我压力的来源。如果我也拥有这些，就不用像贼一样躲过这难堪的时刻。我和罗晶晶的差别是一生下来就有的。我第一次对自己的出身、自己的父母有了隐隐的怨气。看来以后那件衣服不能再穿了，如果被你爸看见我就完了。刚才我爸说的话你都听见了？小雨，其实我爸爸挺喜欢你的。我裤子呢？我给你洗了，上面都是泥。那我手机呢？对不起，我赔你一个新的吧。用吹风机吹一下，也许还能用呢。熊哥，你怎么自个儿在这儿啊？小雨呢？他挺忙的，我正准备回去呢。那正好，来来来来。我带你去买新手机。可是。可是什么呀？婆婆妈妈的，快点。你把我裤子给洗了，我穿什么出去啊？
小雨，小雨，你快点儿！大晚上的没人看你。喜欢吗？太贵了，我们去别的牌子看看吧。哎呀，别管贵不贵的事儿，你就告诉我你喜不喜欢。不喜欢。为什么？太贵了。就它了，刷卡。喜欢吗？嗯。可是这身衣服有点太贵了。能不能点新鲜的？能。这身衣服有点太不便宜了。小雨。啊。总是你给我做饭，今天我请你吃饭。晶晶。你送了我那么贵的手机，还有这么贵的一身衣服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我们之间还用这么客气吗？干得好！六个六啊，八匹马呀，八匹马呀，六个六啊，瞧去呗！你输了，你输了！李大哥，来，女人去完老婆厕所啊，来，去了，来来来，好，小狐狸，你今天晚上是逃不掉的，知道吗？啊，你就找借口吧。一会儿说我老婆在，一会儿又说龙小雨要来接你，一会儿又说你的大姨妈来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张小刀子嘴还能找出什么像样的理由来。小雨刚才给我留言了，嗯，十点半就来接我。哦，是吗？啊 ？Sorry， 您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，我刚才都听着了。你的这个破手机跟喇叭似的，滚！是你耳朵有毛病。是吗？思平啊，你说你啊，一个男人多乏味啊，说不定小雨也希望你换换口味哦。你喝多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谁他妈喝多了？
当初是不是你说的合适的时候可以，是不是？你怎么跟女人似的，那么小心眼啊？嗯，跟你说着玩的，你不知道啊？当真了？我跟你老婆可是好姐妹，你这是占小姨子便宜，你就等着跪搓衣板吧。为了你，跪刀尖我也愿意。别打了，你再打也没人接，知道吗？接不接关你屁事儿！哎呀，行了你。你干什么你？哎，美女回来喽！来，敬一杯啊！敬一杯！小雨。今天别走了，留下来陪我好不好？天上都是贱货！我有刀，来，我们来，兄弟，放！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电话给我用一下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谢谢。机坏了，所以你手机坏了，你不能用别人电话给我打一个吗？你知道我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刘小雨，你会后悔的。怎么样？喂，你好，请问这是哪里？突然的急事，我先走了。小雨，
那一刻我突然刻度的想，这很好，这正好是一个合适的理由让我离开四平，也摆脱我的过去。但是四平就是四平，他永远能找出理由说自己是对的。四平，小雨来了。小雨，你先坐啊，我先出去一趟。你现在架子大了，我这七贵请你，你都不来了。我这不是来了吗？都是你把我推到那些臭男人堆里的。不是我，是你自己。不是因为你不接电话我会找不到理由推掉应酬，不是因为你不理我我怎么会生气呢，不是因为生气我会喝多了胃疼。你在怨我跟男人犯贱是不是？是。你难受吗？你现在知道了，你跟别人犯贱的时候，我怎么想？开始的时候，你连犯贱都不会，还是我教你的。现在有眉目了，你开始装上等人了。我又不是故意不接你电话的。手机都换新的了。罗晶晶把我手机给弄坏了，所以赔了我个新的。好，你去过你的好日子吧，我不会打扰你的，就让我一个人在这里，让胃烂掉，然后死掉，孤零零的化成灰，让风把我吹回家算了。我早就应该认清的，男人嘛，从来都是犯了错不知道反省，把错都推到女人身上。我以为你跟他们不一样，其实都一样。子平，疼不疼？你别碰我！别管我！别管我！谁错了？我。谁犯贱？我。胃很疼吧？我带你去看病吧。不，你就是药。四平，哎，怎么了？啊？我看看，这怎么弄的？我没跟张雄怎么样，然后他就急了，说我招惹了他，又不跟他来真的。然后就，我找他去。小雨，算了，我也不好，我不应该跟你赌气，然后跟人家搂搂抱抱的。他以为我对他有那个意思，所以打一下也是活该。四平，你打我吧，我也不好，你打我。我打死你！好了，
给我看看你的高级手机。啊。从这以后，四平的不满很快被对有钱人的生活的好奇所替代。我每到一个新地方，照相吗？就会拍下来给他看。你给我照一张。而其他所有的好事情，我也希望跟四平分享。我觉得这是我和四平联系的最好方式。你看我现在正在洗澡呢。笑什么呀？装主持人。哎呀，哎，你以为上电视呢？还不会一一跟你说清楚，怕你搞不明白呗。厨房好大呀，我要不是亲眼看到，想都不敢想。我现在来到了二楼。我刚刚看到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用。有好多东西我都不见了。小雨，你说咱们得挣多少年钱才能过上这样的日子？不知道。不过看看也是好的。不，我要把这种日子变成我自己的日子。我要别人看着眼红，我要别人像我们看卢晶晶一样看我们，那才是过瘾的日子。四平啊，这个目标会不会太远了？不远，现在想想肯定是远，等到了那一天就不远了。哎，你想想咱们在乡下的时候觉得见不多远呀，海边多远呀，可真到了这儿也没觉得远呀。在路上忍一忍，一咬牙就过去了。小雨，你再忍一忍，全靠你了。你等一下，你找什么？给。贵宾券，自助餐。哎，这什么是自助餐？自助餐就是有一排的好东西，想吃哪个就拿哪个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有这样的饭店？那得花多少钱啊？吃多吃少都是一样的钱，200块钱一位。罗晶晶有会员卡，只要吃满15次就送3张券，这3张就是送的。200块钱一位，那要是吃少不就赔了吗？是啊，七贵也能吃啊，他吃这个最赚了。你说这罗晶晶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吗？她一个姑娘家又那么瘦，这不白白给人送钱吗？哎，反正我也是瞎操心，人家有钱糟蹋呗。他说啊，这是吃环境。环境也能吃？瞎说，吃到肚子里才是实实在在的。是啊。你好，两位。那个，我们这儿有票。啊，没关系，等会儿再给我吧。请进。啊，一会儿给是吧？啊，对。请这边走。请坐。小姐，请坐这边。谁是小姐啊？我们可是正经人。对，你说话注意点啊。啊，对不起。奇怪，小雨说了啊，自己随便拿，你看都自己拿着呢。那走吧，一会儿没了。一会儿没了，什么素质？哎，等等，让给他一根吧。凭什么让给他呀？他都说我没素质了，不让。老赵，让一下好吗？哎，呦，还有呢。哎呦，啊，这挺好哈，吃完还给上。急什么？有的是。
一看就是没吃饱过。说谁呢？说谁呢？你行了行了，别搭理他，咱专心吃饭，不浪费时间。对，我专心吃饭，我不浪费时间。我，来来来来来，抢什么呀？这不有吗？行行了，我们白的白的白的，走去那边看看。虾虾虾，嗯。吃完这个可好吃了，嗯，我吃过，可好吃了。这么多呢，我吃不了。你吃，你多吃点。我跟你讲啊，咱不着急，反正咱也没有限定时间，对吧？嗯。我就知道了，你亏不了。哎，其实咱昨天晚上不吃饭就好。早上我两天前我就不吃了。那也不是那。尝尝这叫什么卷？这是日本的吧？尝尝，蘸蘸，蘸蘸。哎呀，辣！喂。小雨，你快来呀！出事儿了，根本就不是自助餐，是抢劫餐，快点！金的呀，你这香蕉。不是啊，那是外边卖多少钱一斤？外边卖多少钱一斤？我问你，奇怪，啊，怎么回事？你给我们是不要钱的餐券，我们来了。哎，吃的时候不说，吃完了管我们要钱，你这不宰我们的吗？这我跟你讲，在我们镇上，我一定，我今天给你砸了他的得。没错，我们这只能吃，但是干嘛？他还要打包拿走，知道吗？这叫私自携带，知道吗？这要罚款呢，而且要罚两倍呢。一根香蕉500块钱，你穷疯了吧？抢钱呢你啊！我跟你说，穷疯那是你们好不好？我在这这么长时间，我就没见过你们这么吃饭呢。那干啥呀？那不要钱就往死里吃。还有，这是高档餐厅，你们嗷嗷喊啥呀？把我的客人吓跑了，我还没管你们要损失费呢。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越欠你越多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他那意思是嫌咱们吃多了啊。我们说话声大怎么了？我们愿意说话声大。你开的是饭店，你开的是自助餐，我们来了以后喝口水就走了，钱你挣了，你做梦吧你！你们简直就是无赖，知道吗？说谁无赖呢？干嘛呀？奇怪，打人呢你？奇怪，行了，都别吵了，不就是一根香蕉吗？按两倍餐费钱，罚款确实有点贵了。而且你们的标识标的也不清楚。他们刚从外地来的，这样吧，我们按照市价，你这一根香蕉还不到半斤呢，我们按照一斤的价钱赔给你，这样大家都不用再吵下去了，也不会影响到你们工作。不行，一分钱都不能，一分都不能给。你看那标识放哪儿了？哪儿呢？根本看不见，根本就是骗人。谁能看见？故意骗人呢？保安，你叫过来，把人给我扣下。你就叫什么时候罚款？叫谁都没用，你知道吗？别吵了，啥都没用。呀，罗小姐，他们都是我的朋友，餐券也是我给的，不就是一根香蕉吗？给我。小雨，拿着。这么小的事儿，不用我跟你经理说了吧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陈瑶那时候看我的眼光，让我知道我的钥匙串出了问题。哎，你看你那样儿，哎，这衣服是你的吗？谁嘴这么臭啊？也不说拿洁厕灵刷刷除除臭。哪来的母老虎，见人就咬。小雨，我们先进去了啊。说谁呢？什么素质？说谁你们老虎呢？是骂人的，我问你啊。什么人这是？行了，奇怪。哎，行行。你要我快走。小雨。哎呀。小雨。他走就走呗，他嫌咱们给他丢人了。你看那脸拉了的。都是你这个多事鬼，你看，把小雨惹烦了吧？以后我不带你出来吃饭了。就别吃锅巴。锅巴咋的？锅巴也挺好吃的。吵归吵，闹归闹，香蕉拿出来了。哎，我还拿了个鸡腿。你呀，从小就不带吃亏的。凭什么吃亏呀？
只有一个机会，不能做出选择，让爱排队。镜子上的指引，久久没有消退。这一刻我呼唤，我想你。我已经很累，我没有责备，请不要问我谁谁。拉住你的手，瞬间无语相对，沉默中心与心靠近。这里有个家，我们一起回。我希望我能够这样面对。这里有个家，我们一起回。我希望我能够这样面对。也许命运只有一个机会，不能做出选择，让爱排队。镜子上的指引，久久没有消退。这一刻我呼唤，我想你。这里有个家，我们一起回。我希望我能够这样面对。这里有个家，我们一起回。我希望我能够这样。